哈特应该咁官方宣布咗二月社群嘅内容，主角系。二月嘅社群主角就系燕子草，咁就喺二月十二号嘅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五点嘅。燕子草喺野外出现几率系高，咁会开放色围版嘅色围版就系青 BB 咁样样咯，就进化到就会紫色，跟住再变粉红色，咁其实都几靓嘅。活动开始直至到当日嘅晚上七点钟前咧，将燕子草进化到最终进化形态嘅燕子棉系可以学到特殊招式嘅杂技啊！佢喺 PVE 同埋 PVP 嘅伤害都系110，会有呢次写画嘅特殊调查故事飘飘燕子草嘅，港币8蚊，台币33蚊，美金1蚊。咁而且都唔少，都系200嘅皮币礼盒，咁折扣一次。咁里面有50个高级球、2个超级孵蛋器、6个星碎片、1个厉害一般招式学习器。商店会有免费礼盒，咁有30个嘅高级球嘅。游戏商店购买或者旋转宝站或者系开启有条礼物咧，都系可以获得到活动嘅贴图嘅。活动奖励部分咁，捕捉宝可梦有3倍嘅星沙子，使用分香引力模组咧延长3小时嘅。咁拍高 laptop 系可以遇到燕子草最多5次，当日晚上7点钟前喺道馆可以最多获得3张嘅免费团体战入场券嘅。咁大家要注意咧，系逐张逐张咁攞嘅，唔可以一次过搭埋佢。在公园啦，或许你可以遇见到燕子草或者燕子花。咁捕捉燕子花系可以获得额外嘅糖果 XL 嘅，咁对于大家储呢个糖果 XL 咧，可以方便少少啦。咁今次嘅社群日咧，奖励都算几丰富嘅。燕子棉可能喺草系嘅战力就未必话会太优秀啦，咁但系 PP 当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嘅。唔知大家对呢个二月嘅社群系点样啦？咁好啦，今集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如果中意呢条影片咧，记得订阅未订阅嘅一定要买戒指，当我新片咧就会通知你。如果想知道我生活动态、生活日常咧，都可以 follow 我。我应该下集再见，拜拜。